你在做什么？我采莓果呀。哦。可是我不会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就这样吃啊，把它抹匀之后夹起来就好了。盘子里还有一点果酱，你就把它涂上去就好了。可是涂不上去。可以啊，你用汤匙挖啊。用倒的可以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泼到我的手上了。嗯，好吃吗？自己涂的草莓果酱最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在跟谁一起视讯 ？Daddy。嗯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学校？你又发烧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而且昨天晚上一直咳。你昨晚哪一直咳？你昨天晚上是肚子痛了。还一直流鼻涕。嗯，对呀。来，光头叔叔上帝。我要拿。这啥物件？Mini。开出来啊。